会我们一定要邀请到洪总的太太来到球场哦。今天这个千胜纪念跟庆祝的仪式，我们也邀请到洪总的女儿，我们掌声欢迎洪彦霖小姐来到现场啦！我们邀请彦霖今天带着我们洪总千胜的纪录球帽哦，要送给我们洪总，我们也邀请洪总来把这个千胜的纪念帽带起来。我想洪总一定事前还是都不知情，彦霖今天会来到球场，哇，相当感人的一刻哦。热情掌声欢迎洪总的太太胡淑怡女士。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，我们一定要邀请到洪总的太太来到球场哦。来，我们邀请洪太太来线上献花给我们的洪总。